跳水皇后郭晶晶与霍启刚所生的爱儿霍中熙，虽然才九个月，但已遗传了父母的运动细胞。近来有媒体拍到郭晶晶在霍家泳池为儿子举行了下水礼，把霍家泳池变成了训练池。昔日的跳水皇后晶晶为了更灵活教导爱儿游泳，更是身穿三点式泳衣亲自下水指导。虽然当天气温高达30多度，晶晶依旧小心翼翼先行下水试温，然后才把身穿红色泳衣的小中熙抱到泳池里。下水后的小中熙表现相当兴奋，随后晶晶便开始使出独门秘方训练逼仔。他先为爱儿戴上专业的水圈，然后用手托住他的脚，一下一下地训练他游泳的姿势。看来在多加练习之后，跳水接班人就后继有人了。